Мұқшыт тұлғыт қотын қазардарын кем өзгіт білген үрінен Сұрға үргі жүкен құғыттын арыз ұғырына Құр, әнім бұйтет өрхөт адын үргірж, өрхөт нә алдаж өнөө шүнгөөж амын гэнөө шүнгөөж га ямар гарий өрхөт адын өрхөт бий үлөө өрүүг амын зарчын бай үр үхтэй маан дөлөө үхсө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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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ий хүрдээ Одоо манай монголчууд иймэрхүү байдлыг байж байна. Яг үндөө.闭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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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绝对不能即便这绝对不能过那个上坡往南走。他那边人我们说了算，我在这儿待着行吗？行，往那上，你现在就你自己去，你解决什么事儿？你叫啥名字？我是站几队的？一队的。一队的。好，这个事我交给你，处理不好我就跟你算账。行，我还拿你去处理那个丢一柜子进的。走了，让我去吧，别去。去我那去呗，去的。啊，这回就是还能不理不理俺那操的。七张手印，反正你反正我阿龙他还是要解决那个车的，很多路的。姐，去解决喽，这会儿要解决喽。好哟，好哟，你们这两家子吗？他们是不是还能送来？你能解决吗？他们还能送来？我赔你羊吗？我把羊拿来的。好，你肯定去吃不着。好哟，好，他喊你吃不着过，我那喊吃你，他那说是那个那个零口子，我喊吃不着。没用的，我没用过。受到严重的影响，各位老铁，看看这苞米，柯山县的苞米已经全部差不多全倒伏了。各位老铁，上帝看看，这个玉米倒伏分时期，如果这个八节期倒伏呢，它可以站立；这个雄穗成熟以后啊，倒伏以后自己站不起来的，互相排挤，互相挤压。各位老铁，这阵台风啊，不但给黑龙江，以及给吉林、辽宁都造成了农业经济方面严重的损失，希望各位老铁啊，赶快进行加强田间管理，避免你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这玉米现在倒伏以后，已经起不来了，已经有的现在是怎么的呢？玉米分这个茎倒和这个折倒，这个玉米现在已经全部刮折了，这样事儿的就完蛋了，起不来了，这样事儿的严重减产。你像这个，如果要是净倒的话，可以帮忙，可以互相那个，这玉米基本上全倒了，全折了。这场台风给农民就我们朋友啊，造成经济损失实在太大了。各位老铁，希望你持续关注，谢谢。这个可不是我自己签的字，不是啊，不，我就说啊，我不，我知道内容，我知道这个内容，昨天前天就出来了，我就能上咱们上司上啊，这个字不是我签的，这个字是刚才你签的哦，来我们家是你签的，这个，要不，就这个庄俊生哈毕亚斯，这个是嗯，这个上司上，这个这俩字不是我的字，这也不是我写的，嗯，这个我们来的是我们是七里头来签。嗯，第一个是属于甲方，对，还有老师嘛，嗯，还得开学，学生已经开学了，我知道，嗯，我们家俩老师也在这管他们，
不放不放穷不放穷，不，我就是证明这个字不是我签的，啊，真的，这就不是我签字，这就是让你写的，哎，送你这里吧，这你要是写还像在文社了，对，其实要留个地方给你送到了，哎，对对对对对，这倒是这个上，我来了就是。已经全部差不多全倒伏了，各位老铁上帝看看，这个玉米倒伏分时期，如果这个八姐七倒伏呢，它可以站立，这个熊顺成熟以后啊，倒伏以后自己站不起来的，不行，乡亲，哎，乡亲们，哎，乡亲们，哎，中共多年来不断抢夺蒙古牧民的草原，现在又开始驱赶牧民了。这是中共发的47号文件，文件的名字是《扎鲁特旗关于迁徙北部牧民的通知》。这是202047号文件。中共迁移北部牧民的举动，我想大致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抢夺牧民的草原；二是想把牧民们像新疆一样用集中营的方式进行所谓的严控管理；三是防止牧民和北部的蒙古帝国接触。